总署 NASA 配合我国环保署派出 DC 八科研机监测台湾的空气品质。那么今天执行最后一趟任务了，离开之前还特地送上了惊喜。这一架 DC 八在下午1:55抵达花莲机场的时候，特地是以不到100尺高度的超低空冲场，被解读是在向中华民国空军来致敬。那么空军第五联队的4架 F-16V， 还有1架 RF-51 以及1架 F-5， 则是在地面跟 DC 八难得同框，让航民们又惊又喜，也为这一次的任务画下了圆满的句点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